下面介绍这台研究员，我们来接后面的线，接这个。这里把盖子。这里有个 LN 机，分别对应火线、零线和地线。盖上这个胶带，现在看前面，这里是一个按键，这边是一个显示，这里是一个设置这电压、电流、频率。这里是另一种模式，它可以设置电压、电流、频率，还有一个时间。这一个是一个通讯模式。按下键可以直接设置一个电压，按确定电流0到100安培设置，频率设置就讲成这样，我们按 on 直接可以启动，按 off 就停止。另一个这一种模式的话，我们也一样这样设置，这一个一个时间，这是一个启动时间，这一个点，这就是一个电压输出，等待多少时间输出。这里可以倒计时，时间到了以后停止。